造型精美，能够布时，能够表演。这个就是明清时期由西洋传入宫廷的大型钟表。北京故宫保留住千几件特制钟表，被视为东西文化交流的见证，不过不少已经日久失修。故宫的专业修复师以清朝宫廷造钟处传下来的技术经验和耐心，由除尘拆解、清洗修补到组装调试，令到他们恢复布时和表演功能。这个是唯一清朝宫廷流传到现在的技艺，不过这份冷门又枯燥的工作一度后继无人。2014年，故宫的古代钟表修复技艺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。到2016年，第三代传承人王津在纪录片展示技艺，徒弟亦都在社交平台普及钟表知识，唤起了大众对这个非遗技艺的关注。更加有不少年轻人加入修复团队，古钟表修复传承的不只是技艺，更加是忠于传统、修复时光的百年匠心。传承与文化共融 ，ourchinastory.com 全新感受当代中国。